要将现实浸没在鲜血里。我们聚集红开，没有我你一事无成。打个鸡，开眼攻速好快啊！直接闯了，然后我们去打个蓝的，想打的慢，这么的吧，我刷一圈吧。我刷一下三狼，三狼刷完刷蓝，刷完蓝我刷个蛤蟆，刷完蛤蟆我刷个蟹，然后去赶个下路。那是我的铠甲，正好先速四一把。石头人咱不动了。OK， 看看对面 F6 有没有啊？我们专偷的 F6， 亚索没闪现，F6 没了，尝试一下啊，别着急，看看这小法师走不走。来 ，A 减速 A。掏行嘞，漂亮，帮你清波线啊。小瞧我你就大难临头，要么你的线肯定是推不过去了，兄弟。这个我确实很喜欢。这线推不过去了，我这得帮他清一波。银马，我看看啊。就是这样。减速银马。黑暗是第一课。走，打银马的石头人的。这开野刷野真快呀，这就是。我们无敌了，我发现对面的亚索是真好赶客，我们最好是多赶客赶客的亚索，先打他个鸡吧。尤其是打鸡的时候，我就能感受到凯隐他的厉害，打的鸡越多。本来我想把中路这波兵又都清了的，但我想了一想还是算了啊。来再赶开一波亚索，上路好像有点无敌了。左边有眼儿啊，肯定是有眼儿，百分之百，但是没关系。我减速，不是你这清不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先去升个六啊。你配不上你所拥有的能力。
你那车补不着了，那车他百分之百补不着，他刚把 Q 用了，那我不不帮他补了，他不补不着，那不亏了吗？下路赶快一波都。谢谢你一个 W 的飞机，谢，我来了啊，来了我来了。都打来，我们先杀小黄毛，减速，闪现，平雷，掏，哎，哎呦，哎，那我现在是蓝的，是红的呀？给你个打吧妞，怎么的呀银马，我有队友你有吗？钻入你的身体出来，别着急啊，这波我应该是死了，我们就当攒技能了吧，啊，我们肯定是死了，想想还是算了，死就死了吧。哎，你这摇索很有点无敌了，我本来我可以不死，但是我为了我们家 ADC 我死了，真的，我这把决定先不出那个木印了，哦，还是出木印吧。尖叫会在这里反复回荡，还有三分钟我们可以变红的，不是变红的呀，变蓝的，你等一会儿，来先杀银马，哎，龙还是我们的，我一过来给我减速，减速 Q 一下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小黄毛有点烦人啊，算了，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，这打不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这不能打了，来也，我不是一件玩具，马上我们就无敌了，还差一分钟我们就无敌了，哎呀，对哈，主 W，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算了，拉倒吧，拉倒。后边再主 W， 哎，算了，都主 Q 了，那就五级 Q 吧，差不了多少。能差多少，差不了太多，先打个蓝 buff， 我该听谁的，杰大师还是一把忘词，去中路赶快一波，我可以变身了，来吧，我精通战场上的每一种武器，一会儿
A Q 抛钻入身体。哎，为啥亚索也能给我那啥呀？啊！我变身了，先来个三速海。来吧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中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哎，我这不无敌啊？哎呦，太惨！划了他一下。你成功的引怒了我，小黄毛，我跟你说，我此时此刻我有点生气。这小黄毛有点狂啊，这能穿过去不？这好像墙有点厚，好像穿不过去，不行。这你不干他，我得干他。这小黄毛，我得找到他。这波我感觉我要五杀了。算了，饶他一命。他旁边有泰坦。这人马怎么回事？钻入你的身体。看来不行。我的伟大终于。队友在打小龙，我们却在这里打鸡。走回家，出装备去。这也没杀多少人啊，怎么感觉这英雄杀人挺费劲呢？你干哈呢？这啥意思啊？来一下，漂亮！还没了，这也没轮到我呀，我这
魔切都没出完就打完了。我好想直接闪现 WQ 啊！一下打了五个人，然后钻入身体出来一个 Q 五杀。这个蓝凯的大招伤害确实是比红凯的伤害高，给我杀！哎，我发现我抢不着人头，这英雄必须得抢人头。冲动了有点，就有点冲动，冲动是魔鬼啊。下回记得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冲动。只不过是磨砺了我的精神，还有刀刃。我无处不在。这螃蟹让他自己去狼去吧，我们不管他了啊。我这种小脆皮儿还不配在他们面前狼啊，我们就不狼了。你们上吧，我搁后头瞅着。这人头啊，这都得抢。要不怎么出来了呢？